心掌管我一生。
起来祷告。是的，阿爸父神，请你在这主日美好的清晨再次的聚集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求你此时此刻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掌权，用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，开通我们的耳，开通我们的眼，开通我们的心，来读了你的话语。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重新得力，在你的磐石上站立站稳。求你亲自来看顾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今天是带着喜乐的心情，或是忧伤的心情，或是背负了重担来到教会的，都求你的恩膏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你荣耀，你的复兴就要在当中来展现出来。求你亲自来掌管我们的国家，掌管我们的家庭，掌管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每一项关系，特别是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，都求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做我们保惠师，亲自来保守我们所有的在行路上的或是躺卧的，主啊，我们都能够有你的平安与喜乐一生跟随我们。求你亲自来充满我们，充满这个教会，祝福我们教会，祝福我们弟兄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摆放在你面前，求你亲自来带领，带着我们感恩的祷告祈求，感谢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